真倒霉，到哪儿碰到你。珍珍，珍珍，思辰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是来找你的。一定在这儿的，我们到时候找找看。情报果然不错，老娘在此恭候二位已久了。你听我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今天非揍死这个狐狸精！你往哪跑？为什么他们要打露露呢？我救妈！妈，不要打了！救妈，珍珍是你呀、别在这胡闹嘛！珍珍，哎呀，珍珍，我们找的你好苦啊，现在可找到了！哎，表妹啊，你是个千金小姐，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呢？千金小姐，珍珍，原来你骗我。思辰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就是想勾引我外甥女的那个穷小子啊？爸爸，这小子一定是骗财骗色的小白脸。你们简直是狗眼看人低。珍珍，思辰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侮辱。再见。思辰，表妹啊，表妹。真你不要伤心，你有百万家财，还怕找不到比那个穷小子强一百倍的丈夫啊？各位先生女士，现在举行慈善拍卖，这幅画的底价是500块，这笔钱是捐给慈善机构的，请各位先生女士踊跃出价。600块，700。有没有比700块出的更高的？那表妹啊，你看我哪一点不比那小子强1000倍啊？哎，我出100万！什么？100万？